家好呀，今天11月16号，现在是中午的快12点钟了，来到纽约湾区法拉盛远街的青岛饭店啊，这个花旗石坊啊，来买那个午餐。这里是三菜一汤啊，拍给大家看一下啊。青岛饭店门口现在卖的是黑芝麻红豆酥，每个3块钱；芋头酥每个3块；蟹壳黄每个3块；凤梨酥每个2.5块；莲蓉蛋挞每个2.5块。不错哈，好。洗手间只供顾客使用啊，进去买个三菜一汤吧啊。哇，他们这早饭也有，还有豆浆。还有下火的茶，这还有蒸的玉米啊，猪头肉、卤菜、猪肝、口水鸡、香肠。这边是凉菜哈，这边不是四菜一汤的啊，这个熏鱼、牛肉干、这些肺片啊。这边是凉菜哈，拌黄瓜、花生米、土豆丝、那个海带丝、豆芽、萝卜、这个木耳、榨菜。这边是猪头、猪手肉。这边是早餐啊，现在都结束了啊，我都还有大饼啊，还有酸辣汤、皮蛋瘦肉粥、南瓜粥、豆浆啊。买那个啊，中午好多人哈、啊，买这个三菜一汤在这里边哈、啊，三菜一汤啊8.5块，四菜一汤10.99块啊。哇，再看一下啊，有那个宫爆鸡丁、萝卜炖排骨、红烧鸡。洋葱炒肉，这个是什么拌菜，有点看不清楚哈、啊、这个是回锅肉，这个是红烧肉，那个是海带炖排骨，里边那个是什么呀，有点看不清啊。这边是大肠，好多大肉啊，这个是鱼，这个是什么水煮鱼啊，里面那个是炸鱼，这是大鸡腿儿。这个是单点肉类是12块啊一盒，蔬菜类是10块钱一盒，海鲜来看一下。啊，这边是西红柿炒蛋，还有海鲜豆腐、粉丝，里面是什么？还有炒粉、豆芽、白菜炒这个木耳、豆芽菜呀、花菜。给我来个三菜一汤。哦，他要那个配面，他不要饭。要面，就要那个炒面了。他可以配面啊，也可以配饭啊。但是，我帮人家买啊。那个人说他要面条啊。选菜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宫爆鸡丁。这个是什么？然后这个鱼，还差一个菜啊。啊，对，再选一个。再选一个那个花菜吧，花菜。带走带走，要汤。好的好的，8.5块啊，先买票买票。好的，谢谢。买票啊，然后过去拿饭。来拿这票，来美女，票票。好，这是你的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了，走了。哇，中午还是人挺多的哈。温馨提醒啊，贵重物品请妥善保管啊，丢失本店概不负责。哇，这边还有炸鱼、炸泥鳅啊，那个在哪呢？还有羊角包，还有肉夹馍、纸包蛋糕，哇，还有麻圆儿、素包子、菜肉包啊，哇，好多，还有小笼包啊，白馒头、全麦馒头、玉米馒头啊，都便宜啊，2个才3块钱啊，馒头啊，还有花卷儿，2个4块，五谷馒头2个4块。这上面是黑芝麻酥饼啊，每个18。这边还有炸的一些甜点哈、啊，还有花生米，下面还有全麦面包啊，很多吃的啊，青岛饭店哈、啊。好，出门了啊，特价15块。全力清汤，全新正品大减价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过来瞧一瞧，过来看一看，全新正品清汤，低价福利，亏本谁卖？现在买很划算，全新正品汤大杯卖，全新正品汤大杯卖，百分之百正品，加100/100，只买正品，不买假货，经常特价，绝对实惠，亏本不利，亏本谁卖？他那个广播叫喊的，里面讲的是四川话啊。11月16号，法拉盛的街头啊，警察好像在查小贩哈、啊，跟着看一下啊。
现在中午的12点钟啊，缅街邮局对面啊，警察好像来逮小贩了啊，整个小贩都收了啊。我们卡车巴士考中文，我们考手排档自动档。总部位于纽约法拉盛的美国华人卡车协会现场教学，成功帮助不懂英文的华人考取驾照，一毕业就就业，卡车巴士驾照在手，高薪前程无忧，月入上万不是梦。现在走到凯西纳大道7号地铁站这里啊，给大家说前面有一个现在是在凯西纳大道7号地铁站啊，往前走啊，给大家说啊，法拉盛又开一家新店了啊，大家可以去打一下卡啊，我就没有进去吃了，但是我跟大家拍一下地址在哪里啊。大家看，现在这走到这个新农心超市了啊，新农心超市，然后呢继续往前走啊。今天周六啊，天气又好呀，但是纽约差不多都有一个半月没下雨了吧哈，超级干旱了啊。说我看网上说政府叫大家节约用水哈，洗两次澡的每天的啊，有些人就洗一次啊。好，马上就到了哦，还要前面走一点点啊。这里往前走就是凯西纳大道和王子街了啊，纽约数码城的旁边啊，这个爵士鸭脖的旁边新开了一家原汤牛肉粉啊，其实前两天就开了，但是因为它这个装修的比较高级啊，我里面人又比较少，我就不敢进去拍，你知道吧，就怕人家老板不准你拍，里面又不好拍，你知道吧，不像那种它这个店装修的有点档次，有点网红那种感觉，所以我就没有进去吃啊，因为我进去吃你又不能怎么拍，就浪费钱嘛，对不对，所以我就在门口给大家拍一下，我也不敢进去啊，有时候太高级的店嘛，就是让人望而却步啊。里面很干净啊，它旁边就是这个爱瑞斯烘焙坊啊，看这边是永康眼镜啊，就是这个酋长原汤牛肉粉啊，我是也是看小红书说这里开张了哈，地址是135-03A 啊，凯西纳大道，反正装修的就让人感觉不敢进去的样子啊。然后他门口还贴着招工啊，招聘杂工数名，要求30到55周岁啊，会包饺子蟹饼，会切配菜啊，联系6689772389啊，孙先生啊。太干净了不敢进去，因为人特别少啊，这个视频就很难拍啊，你说那种乱糟糟的，像那种美食城啊，就很好进去拍哈。好了，就给大家汇报一下哈，有这个店啊，就不进去吃了。好，今天这个第二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订阅啊，谢谢大家。